叔叔，你的脸好猥亵！你妈给你零用钱，整天只会看妹子，看妹子的直播，在那边抖内抖内抖内，送货送火箭，小女生小女生怎么会骂脏话呢？叔叔今天一定要complain一下。我觉得我刷屏好像黑暗，这是我刷屏怎么那么辣？啾啾啾啾，晚上好哦，啾啾啾啾你好哦，啾啾也是美好哦。子涵私讯哦，子涵私讯叔叔哦。子涵刚刚赖叔叔哦，是会孤单吗？子涵，你是觉得寂寞吗？你会寂寞吗？子涵，不然你怎么会赖我呢？你在嘉义吗？子涵直接赖我，子涵直接赖我，应该是感到寂寞。我问你一下，请问你寂寞吗？应该是寂寞了，孤单了，想念叔叔了。叔叔，你的脸好猥亵，你懂得浪漫吗？你知道那种罗曼蒂克那种感觉吗？罗曼蒂克，你懂吗？不懂得浪漫的人，屁孩，就是你这种小屁孩，不明白我们这种成熟的男人，成熟的 man， 为什么女人这些女生会喜欢我们这种稳重成熟的男孩子？因为我们罗曼蒂克，我们懂得如何循序渐进。请问你寂寞？你们这种小朋友，规天找公男，遇到妹子，看到那种大咧咧的、长腿的辣妹，整天兴起起，就在人家的留言下面，美女安安哦，美女吃饱了吗？你有吃饭吗？美女，今天天气有点冷哦，记得穿外套哦。然后人家如果开直播，你妈给你零用钱，整天只会看妹子，看妹子的直播，在那边抖内抖内抖内，送货送你火箭。然后那个妹子只是在直播上面跟你在那边，哦谢谢哦，我们谢谢哦，台中小懒觉 哦，我们谢谢桃园三公分哦，谢谢你哦，爱你哦。妈嘞，以为你这样就会跟他在一起了，以为你们这样，你这样你们就会 together 啊， together 啊，你娘无灵嘞，较清醒嘞啊，清醒一点啊，不要整天底下做一挂无路用的代志啊，笑死人。小女生怎么会骂脏话呢？怎么能这样骂脏话呢？很坏呢，很调皮呢。我跟你们家长说哦，不可以再这样了哦，懂吧？